始做美白？不不不，等到夏天才开始就太晚咯。哦哈，大家早安。今天的太阳依旧是高挂在天空上，除了东北部、东部偶尔云层较多，其余各地都是阳光灿烂、暖意十足的天气哦。最高气温方面也是维持在30度以上，空气就好像是犹如夏天般炎热。话说春天的天气因为气候宜人，再加上有凉爽的微风吹拂，因此很容易就让人忽略了春季的紫外线。但大家一定不知道，其实春季的太阳可是比夏天火辣辣的太阳更有杀伤力呢。夏天的太阳仅会晒伤皮肤，但春天的太阳却会使得皮肤过敏变黑并产生皮肤疾病哦。大家趁早一起来对抗春季紫外线吧。伊德拉香。